这样子，刚才我没有按到确定。好，感谢前田，先把我的船界装上穴位，然后把我的召唤术拉下来，装招界装起来，然后呢？为什么不能召唤啊？不够啊！好了，那我去洗点数，回蜡烛洗下去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重置的那个点数，重置的方式。升一级，44了，好，不会到45，就44了，就这样子啊。完毕。哦，他那是哪里啊？不一样喽，脱胎换骨喽。来，召唤。这个还可以耶，为什么这里可以招这个啊？独眼巨人跟食人妖精，35、30，为什么我不能招他？黑豹，没有呢，真的没有黑豹呢。那我魅力不是44了吗？那招界怎么用？点两下。是啊，如果我没有穿招界的话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关掉。哦，如果我没有穿招界的话，他直接召唤高人石头怪啊，无言啊，是什么东西？再一次，啊，好烂哦，这个是没有招界的啦，那我现在装招界上去，召唤，我要怎么办？我可以把它取消掉吗？这里，解散。哦，了解了。变这只，然后我可以对它，等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它放加速？可以对它放加速。那我就要跑起来了。丢绿水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丢了啦。我丢一罐下去好了。他不会去捡啊，我要丢身上哦。啊，傻掉了。他会用。去奥塔。我去奥山看看。哇，行不行？我的宠物呢？攻击状态，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打怪啦！有我设定好了，打怪，不会去捡那个球。这招如果可以让我更好，那可以让法师更好练功的话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废技啊。我要怎么对我的宠物补血？哇，他回村了，他一下就被咬死了啊！这个高智点自己，他会补自己。全智补才猛，我有全智吗？哦，没有全智。选高智中剑宠物，没有，还是补自己啊。中剑无效，圣戒不能放他。剩下全智、中智，全智、中智跟体回，哇，我都没有。所以看起来强力加速术也不能放他喽。召唤怪物依角色等级魅力决定，可召唤数量限定一只。哇！再来打怪，牺牲了全部的点数，结果变得没有很好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母汤啊，
哎呦，阿鲁巴会晕呢、欸。这里怪好像不多，我去找一个怪比较多的地方。然后我先丢一些绿水给他放身上，给。哎，有了，他有吃了。单挑了，单挑。卡点了，卡点了。我要跟他一起打，不然我会死掉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！没坦度可言啊。哇！哦，我自己取消智，没有智力之后，这个补血补的跟饥饿一样。哇，那这只废啦，这只废啦。法师放生啊、哦，放生吧。好吧，好可惜啊，我们的回忆就这样给我 GG 了。啊，我的法师，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体验体验而已，幸好不是氪金的。